你看伊这台底因就开始在装潢啊，所以即只船要做较好，真正讲还是爱16000个小时。16000个小时。其实造船业，老实讲，这是一个污染蛮大的行业，但我们也希望把它做好，品质更好。但是政府有时候让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你突然间又来一个空污，我们要缴个几百万。那如果要空污标准抓你，按那个标准就是你一定做不到的。对啊，还开新工厂，更不用讲。新工厂开下去，就是要申请空污的那个扣打，你就不用玩了。所以没有人要做。游艇业已经5年6年没有新的工厂在开了。做好之前会不会发生战争？对，他希望买一个战争险。我的配备给你了，这边战争险。我们希望你来稳定台海呢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常常在讲的，我们要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对，都记住嘞。真好。这艘船哦，大概要将近300万美金了，折合台币要1亿嘛。如果还没盖好之前，风吹草动发生个战争，大家血本无归了。过去做到哪里就付到哪里，现在叫提存，就盖到什么程度，再把钱放在银行里面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他这个钱都放在银行，他不能用，资金调度要出问题，所以还是要降低两岸的风险嘛。因为这个是人的感受啊，他觉得有风险，他就不太敢来台湾买这种单价比较高的船。怎么可能？这一艘要1亿，有什么买得起？